它是双车库，价钱呢是59.5万起。现在跟我一起去参观一下吧。那这个房子呢是属于户型精巧而实用的，每个房间都非常的方正，院子呢也是足够大了，足够家庭使用了。那这一边呢，整个小区一共有95栋房屋，它的地理位置呢是离齐摩邦的99大华非常近，离各式各样的餐饮啊、超市啊、公园啊都很近，所以交通呢是很方便的。这边的高中呢是齐摩邦高中，那评分呢是8分，所以说学区也是不错的。那让我们一起去2楼看一下。在放那个机器人总动员哈，我觉得特别有趣，就看了一会儿。其实，在这样一个温馨的环境下看电视也挺舒服的。这个电视其实特别逗，好像就是说，在很多年以后，那地球上呢已经污染到一个不成样的样子了，所以已经不能居住人了，所有人都被送到外太空，然后坐在宇宙飞船里面去住。然后因为外太空地方小呢，所以大家都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按着轨迹去走。那他们都变得非常非常胖，然后就是说地球上就剩了一个小机器人，然后被一个先进的机器人追到外太空去，反正就是挺好玩的。好像是跑题了，我们说房子吧，还是。这个位置呢，这个小区呢，它是在齐诺邦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说呢，在小区如果选到一个位置很好的，还是可以看到齐诺邦整个城市的风景的。其实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一点点那个齐诺邦整个城市的风景啊。那么齐诺邦这个城市呢，它有很多的山景，我之前也有拍过，然后呢，还有一些它的那个
景色它是对着那种常青的山的，不是那种光秃秃的山，是那种常青的山的。比如说有一些小区我们之前都有拍过，所以在这边呢，不只是学区好，生活方便，其实景色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并且呢，它离洛杉矶市中心大概就是30迈的样子，其实说不是特别近，但是也不远。不过生活来说还是很舒服的。那这边地税呢是1.25%，城建税非常非常低，只有699块钱每年。然后它的物业费呢是245块钱，其他设施呢有这些，看屏幕，看屏幕，不知道的时候就看屏幕。好，我们现在去看下一栋，走。那它的户型 AA 呢是这个小区里面最小的户型，尺寸呢是1589尺，3房2.5卫。然后现在呢，目前暂时已经卖光了，但是我们先去看一下它的里面的设计。可以看到这边都有密码进入的设置。房间的设置哈，格局没什么问题，但是它这个电视的摆放有一点问题。像我现在坐在这边想看电视，那因为我后面是窗户，白天的话我就看不到，我必须把窗帘拉上。可是白天拉窗帘，整个屋就很暗，所以是我的话，我比较喜欢刚才那些房间，就放在这一边。我们现在去看最后一个。Thank you.
记得一般去厨房的 countertop 可以拿到该户型的一些具体信息。那这样一张纸上呢，一般会说这种户型它的 included feature， 就是说它所包含的一些升级，还有呢你的一些升级选项等等。所以说要记得拿这一张纸回家慢慢研究哦。小区的设施呢，我们现在在样板房的正对面是小区的 clubhouse， 也就是会所哈。那 clubhouse 旁边呢有泳池，在我身后呢那边是高尔夫球场，然后那边呢是篮球场，再往上去呢还有一个网球场，而且小区里面呢又有很多的喷泉，各种各样的绿化，各种各样的设施。那有空的小伙伴呢也可以自己来看一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对这个小区感兴趣的话，记得联系我哦。如果你对其他房产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咨询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感谢收看，拜拜。One marked in the cream color. These are available. Some of them are actually standing inventory. And the ones in the blue, homeowners have moved in already. Okay. The red are in escrow, and the olive color are future releases.